没看到吗？没有。客服说要群声扩一下宽，我看一下。客服说还在开是吧？对，先别开，先别开。嗯，还没动吧？没动，没动，没动。OK。潘潘，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？这客户还要再开是吧？就是吴哥的那个料子啊。他还要再扩窗还是怎么说？对，他是想这边再扩一点点，就是这边。他说开窗，他想收藏嘛，他就是说开窗面积不够大。就是我有跟他讲过，我就说这个料子的话，现在我们是开的这个漏窗是非常不错的。嗯，就是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他想要这样摆着的话，就想这个位置再开一点点，就这个位置。就是上次我也说过，就是像这种料子呢，就客户是用来做收藏的。对。那收藏呢，就不用说要整一个去开，是吧？就也是涉及到它的一个风险性。假如说开的不理想，那么它价值就掉了。就当时我也跟吴哥说过，我说这个料子呢，就咱们就主要玩这一包啊，把这一包开出来就够了。对，我也跟他讲了嘛，我就但是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一定让我再开一点点，然后我觉得要不客户一直执意有自己的想法，那我就说那就让吴哥再开一点。就先别动吧，先不动，等一下呢，我跟吴哥去聊一下，我打个视频聊一下。就是这种情况呢，就上次也遇到过。是吧，也经常遇到。那刚好今天啊，兄弟们就给大家就记录这个视频啊。其实这个问题呢，说白了就是说，你虽然是小小的一件事情，但还挺严重的。因为这种料子呢，就是每个客户他的玩法不同，是吧？有些他简单就是说我想做一做货，是吧？那你说想切了想开了那随便搞，但是收藏的料子又不一样。这种料子呢，就比如说我们再去开，是吧？假如说他确实开得很好，那么 OK 就皆大欢喜啊。假如确实哎开的有点变种，哎不如上面了，那后面客户比如说想要出手，哎或者是整一个它的价值可能会大打折扣，对吧？就是总的来说，我想说什么，我说了很多次，就是你们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专业度，对吧？其实很多客户，除非他是真正的就是说行内人，不然的话他一定是没有你们看得多摸得多，没有你们专业的，这个一定要相信。而且我们是做服务的，就记住这两点就 OK 了，是吧？你比如说这块料子为例，那确实客户花了钱，是吧？这块料子其实说白了归属权是属于客户了，他想怎么开他这个他说了算，但是我们是专业的，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，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去引导客户，哎我这个该怎么玩，是吧？适合您怎么玩啊，这个我也说了很多次了，但是我也知道啊，就是你们也挺难的，因为很多客户他确实他自己的意愿很强。对，我们一跟他讲，就是让他听我们的，他有时候他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嘛，就是他就我非要这样，我非要那样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对对，所以说一定要什么，一定要体现出我们的专业程度，已经体现出我们的服务态度，是吧？我们很有耐心，哎，我们很专业的，哎，告知这个客户这种料子应该怎么玩，对吧？那客户想要收藏，哎哥，那料子接下来怎么动，怎么玩？是吧，一定要去做一个正确的引导，这个就够了。所以说真的就简简单单啊，每块料子的玩法不一样，每块料子适合的人群也不一样。那像我们做公司想做长久生意的，肯定是希望客户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这个料子等一下我再跟吴哥沟通一下，你把手机拿过来吧。好吧，你跟他打个电话。对，下周我们开例会的时候这个问题也还得着重再讲一下。好，对，还是要多沟通一下。对，把手机拿过来。行。就是反正有什么问题一样的多沟通。跟菲菲跟我都可以。好吧，你先去嘛。兄弟们，其实真的就玩翡翠啊，包括我这边的客户，不管是新朋友，哎踩过坑的啊，玩过一些的，哎想简单做货的，想要找就是找投资做收藏的都有。不管是怎么玩啊，其实真正的就还是找到大家适合的一个方式啊。玩翡翠不要盲目的去玩，是吧？一定要多看少买。这个其实小智说了很多很多遍了啊。真的，其实我做视频的这个原因，一个初衷，我当初也说过啊，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更多的翡翠，了解更多的翡翠知识，是吧？这样我才有意义啊，翠友们。那今天视频就记录到这里，小杨你也先去忙吧。好吧，好，兄弟们。我们下期再见了啊，拜拜。
跟您说的吴哥，这个料子呢就不需要去动了，这个您听我的就好。当然就说最终的这个怎么去弄，当然还是就决定于你啊，但是我们会给您最中肯的一个意见以及建议。没问题没问题，那就是吧，按小志说的这个来。那晚上见啊，晚上见。好好，拜拜拜拜。